好的，欢迎回到 Guess 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评价的东西是卡面莱达克洛兹，啊呀不对，是卡面莱达格雷托克洛兹的变身道具格雷托克洛兹多拉贡。那么距离它发售呢，其实已经过了挺长时间了，你们可能都已经把它的音效听得差不多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就主要来介绍一下最近刚发售的这个伟大龙格雷托克洛兹多拉贡和一年之前发售的克洛兹多拉贡，除了颜色具体还有哪些区别，这个新发售的变身道具到底有没有入手的必要之类的信息。这一次呢，我也会发布一个新的视频，把它的所有音效呢都顺着放一遍，然后自己呢添加一个中文字幕，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开看一下。那么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他们的包装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正面、左边、右边、上面、下背面，可以看到这次包装盒的整体设计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连顶部的设计风格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这个伟大龙包装盒的背面是一个 Great Claws 和 Blood 的特写。平时如果只是摆这一面出来的话，效果也确实是比之前通常发售的 DX 要好看很多，但是应该不会有人只冲着一个封面就去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还是来看回本体。这个本体呢，说句良心话吧，除开它内置的两个瓶子，其他地方完全就是换色重涂，正面、底面、左边、右边、后面、上面，甚至呢连龙头这个地方的水口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呢，在这个细小的涂装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这个炉子上面的火焰花纹，伟大龙上面呢变成了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样子，边上呢也出现了一些像是行星运行轨道这类的花纹，可以说是完全变成了 Evolu 的样子。那么关于这个配色呢，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我自己呢是觉得 Evolu 这边的配色呢会更加对我胃口，当然啊，这个普通的 Close 配色呢也挺对我胃口的，所以我都买了呀，小朋友才做选择题。顺带一提，这次附赠的这个伟大龙的瓶子呢，其实就是 Evolu 上面那个龙瓶子的换色规格呢，也是 DX 的规格，和腰带联动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龙头点头的操作的。再来稍微对比一下两边的音效，首先是开机音 Close Great Close，开机音效呢是完全不同的。 Great Close 这边呢把开机音效改成了一个龙叫，不插入瓶子下面单按按键 Close， 只有这两种电子合成音的龙叫 Great Close。完全没有了。你话好多啊，只有龙我在那里一个人瞎逼逼。按照说明书上说的，这个状态下龙我瞎逼逼的台词呢有17句。再来试一下插入瓶子的音效 Close Great Close， 伟大龙这边发出的声音呢会更加的低沉一些，当然也没什么卵用就是了。拔出音效也是一样的，这边呢会更低沉一些。接下来是插着瓶子的状态下按按钮进行单体游玩 Close 第一下，是这个龙的必杀。第二下就是 Wake Up。 再来听一下 Great Close 这边，第一下 Kaxi 觉醒，第二下接下来呢就全部都是龙我瞎逼逼的另外一批台词。那么再看到说明书，这个状态下的龙我瞎逼逼的台词呢有32，单体游玩的时候呢区别就这么多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插到腰带里面去，来听一下变身音效又有什么不一样。先是两边都不插入瓶子的状态下进行一个联动，接下来是 Great Close，
可以听到啊，在不插瓶子的状态下，除了唱名之外，变身的背景音效呢是没有不同的。那么在插入瓶子之后又是怎么样子的呢？Great Close。 在插入瓶子之后呢，摁下这个按键和不摁这个按键是会有两种变身音效。先来试一试第一种，不按按键进行变身。接下来是第二种，觉醒之后插入腰带。那么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呢，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其实让我说的话，我会更加推荐入手这边这一款有台词的版本。首先它的售价其实并没有比这边的普通版本要高出多少，但是它里面收录了40多句龙我在剧中说过的台词，而且台词里面一口一个战兔，爱得不行，光是冲着这个台词呢就已经值这个价格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如果对我的视频有意见呢，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提出，再或者私聊我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也会放出这边这一个 Great Close 的全音效试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那边点开看一下，然后点个关注啊，投硬币之类的。好，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我是 Guess， 那么我们下一期，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再见。